咱若是讲买冷虾咧，第一咱来买歪，因为若是讲冷虾死了过后，咱惊伊会卖歹会腐。了拣冷虾咧，第一咱来拣头身是上款的，唔通讲大头细身，咱行路就拍沙林。哇！紫冷虾咧，就爱紫母的，母的冷虾伊会较好食，伊肉。母冷虾就是看伊这边，伊这三角形，爱有带淡薄乌的。